我悠闲的啊，在屋里别抽烟。塞给他，至少今天他是立不了案，咱们等于又多争取了一天。好在码头船务科那边都是咱们的人，要不这38辆车的案子一捅出去再抹平就难了。哦，这个是这批车的清单，嗯，你好好看。我心里有点烦，想出去转转。有急事儿，你知道在哪儿找我。好，老方，你真的喝多了吗？你忙着呢。啊，打扫打扫。